拍几条了你？你能不能哭出来？说词儿。你现在情绪正好，对吧？你现在说词正好，你现在演特别好，快说词。你爸爸讲我三妹，我家住在沿江市，一花去花呀。真的被朱一龙暖到啦！近日一段朱一龙和小演员在片场对戏的视频曝光，一开始朱一龙厉声厉气批评小演员，结果对方直接就被凶哭了，看着小家伙眼泪汪汪，真是让人心疼不已。谁料朱一龙立马又让他说台词，等小演员说完台词，他则赶紧搂着对方安慰，一连说了十个对不起，温柔的模样完全判若两人。原来拍这段戏时，小演员哭不出来，朱一龙只是用这种方法激发对方情绪，莫名就被他暖到了。这样帅气温柔还暖心的偶像，你就说喜不喜欢吧。